真正回头了，从自己内心里面把对对人、对事、对物心里的那个对立的念头要消除。啊，你只要有对立，就是麻烦。啊，你有对立，啊，你有这个不平，啊，你有歧视，啊，甚至于你这里产你有误会，啊，这样才会发生冲突啊。啊，从自己内心把它解开。啊，对方虽然有。对方拳头打过来了，我这里不还，不没事了。啊，对方骂我，我不还口，我在那里听，恭恭敬敬的听。啊，骂一句，点个头，骂了两个钟点，他没办法，他骂不下去了。啊，我们还给他握手，好朋友，不就化解了吗？不能对骂了。啊，他要打你，发了脾气打你，让他打几下。打几下之后你不还口啊，他就打不下去了。到底是打好还是不打好呢？这是叫化解问题啊，不能对抗啊，对抗越打越起劲啊，啊，越骂越起劲啊，骂不完的。啊，所以对解决恐怖分子这个，你懂得用这个方法，知道三世因果，懂得用这种方法的时候，没有不能化解的。啊，所以中国这一套学问啊，确确实实能够化解冲突，能够促进安定和平。啊，所以我参加这个国际会议时，就把这个东西介绍给大家，这些他听都没听说过的。啊，他没有机会接触啊，啊，那我们把这个东西介绍给他，多少会起作用。啊，这个时间长了，接触多了，慢慢的他会去想，哎，这个道理会有效。啊，那我们自己在这一生当中所遭遇的这一些误会的时候，都能化解吗？啊，你说我们的身心都快乐，啊，防人之心也没有，这个才快乐了，是吧？啊，这样不但是和我们不怨恨人，啊，你比如说是这诽谤我的，啊，侮辱我的，我们就会想到，释迦牟尼佛在做菩萨的时候修忍辱波罗蜜，你看看割离王各截身体那样大的。灾难，菩萨没有一点怨恨心，没有一点报复心，反而什么感谢？感谢什么呢？哎，我忍辱波罗蜜圆满了。不是他这样一试验的话，我还不晓得圆满了，就圆满了，圆满了就早一天成佛了，这是真的。啊，这佛在经上告诉我的。啊，世尊成佛。原本是贤界第五尊佛，啊，就是第四尊应该是弥勒菩萨成佛，啊，他的位置提前了，弥勒延后了，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割离王各截身体把他提前了，他怎么不感谢啊？啊，所以当时他就发心，将来我成佛头一个度你，啊，所以那个割离王是谁呢？乔成如尊者。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，他第一个得度的，那就是割离王。这个不就是教给我们怎么对付恐怖分子吗？怎么化解恐怖问题吗？很好的例子啊！啊，所以汤恩比博士说，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，说得很有道理。啊，欧洲过去我没去，啊，那边有些同学呢，我都是让悟道悟行，他们代表我到那边去，啊，这次我去看了一看之后啊，欧洲那边同学学佛不属于亚洲，也不属于美洲，啊，很可爱，很难得。
啊，所以我们第一次在巴黎办这个《弟子规》的讲座，办得很成功，啊，参加的同学大概有5、600人，啊，那么我那天给他做了2个小时讲演呢，人数超过1000多人，啊，那我们还是很保守，啊，因为场地的关系不敢通知，所以他们想明年呢搞一个大的活动。我说可以，你们去组织，啊，你们搞成功了，说我来参加，啊，我来看看你们，啊，所以这个问题啊，诸位冷静地去思维啊，你才晓得佛法真有效，啊，东方的圣人，啊，给我们讲的，仁者无敌。啊，仁是仁慈的仁呐，佛门里面称菩萨叫仁者呀，敌就是对立。菩萨一个仁慈的人，心里头没有对立的，叫仁者无敌呀。啊，所以我常常劝勉同学，我们的真正功夫要从这个地方下，啊，对于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。决定不可以有对立的念头，啊，把对立的念头化解了，你才是真正的仁人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才是真正的菩萨，啊，这是比什么都重要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还有半个多钟点的时间，这是。华藏卫视卫星电视台，他们的听众啊，他们听众啊，这个有一些问题，今天传真到这边来，啊，要我们在这边解答啊，他们可能也会拿到这个卫视上去广播啊，就播放。哦，这个问题很多啊。第一个问题，弟子因需要租房子居住，请问呢，找房子是否要以生辰八字找房子？没有必要。啊，这个就不加解释，我们不耽误时间啊。啊，没有这个必要啊。第二个问题。这是弟子因需要搬家，家中啊原先安奉有2尊木雕的佛像，一位是土地公，一位是乔圣先师，这2尊不是佛像，也不是菩萨像，啊，这2尊是神像，啊，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，不能把神当佛当菩萨，啊，那你这个学佛就学得太差了，啊。说无法了，一起带走，请问呢要如何安置啊？土地公最好把他请到土地公庙里面去啊，让他回家嘛，哎，这个好事情嘛。那这个神仙呢，那最好把他送到神庙去，哎，就都把他送回家啊，请回家去，这就很好。他在你家做客嘛，做那么久也够了，现在你把他送回家去。第三个问题是，他说我的母亲年轻的时候啊，这个介入婚姻的第三者测算一个完整的家，和父亲呢又组一个家，说父亲年轻时常动手打母亲，母亲后来有宗教信仰，走邪了，时常啊到恒春南教啊，这是台湾的啊，待在家里的时间很少啊，对待父亲的态度越来越不好，母亲呢又交了邪师邪友，整个人都变了一样。这母亲现在没有和父亲住在一起，今天弟子学佛。看到父亲跟母亲这样很难过，